宋哥，宋哥，这两天看新闻了没有？有个坏狗咬人，被警察抓起来，主人也被抓起来了。还敢咬人哦！我现在就给人家打电话，让他们把你抓起来。我叫你咬人，把你老妈也抓起来。跟你讲，有人。走开！喂，是派出所吗？哎呦我的妈！